二一，我哋嚟多张合合照。三、二、一，我哋嚟多张。现在都是隔一个人才做啊。对，所以这治理啊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还会去采购一些，根据他们的需要。上帝是在长官还没有后任长官的时候就亲自谋划。第一次会尝试三个月的脱产，我希望你回复翻一个正常的一个学生的心态，由头去学一学，我哋而家新的形势之下，我哋要学啲乜嘢？大家都嚟自於個個都係讀過大學，有好多有碩士等等嘅背景，但唔代表咗而家我哋喺公共行政入邊，我哋要面對緊啲問題。我哋67万市民要求嘅係咩事？市民每日嘅要求都係去提升緊。我哋公共行政嘅，我哋嘅所有同事都要按照市民嘅有關嘅意見去進行我哋嘅分析、統籌同埋説明政府嘅政策。一市民可能佢睇得比較近少少，佢認為咁嘅利益，但我哋長遠嘅佈局係乜嘢？大家要明白國家嘅佈局係乜嘢，我哋要明白我哋大灣區嘅發展係乜嘢，這個我哋大家要明白。所以我對你哋第一期係好大嘅期望。